Hari finai to kana falai to go mata a falocho olive a papa han o go pinangan saka hangan to jikra te kila kilan alan。莱登市政府啊，这100多年来、啊、就在世界各地找不同的诗，所以它是不同的语言的诗，它放在他们莱登市里面。那莱登市小小的吼、哦，然后它现在就是有200多个地方有这种诗，然后他们市政府也做一个网站嘛，所以你就可以去找到那个语言，然后它的翻译，就可以看到它的诗的意思，还有它的背景。我有一天想说，我的诗如果放在这里，大家就可以看到台湾人的状况，因为我写了很多诗啊，就是讲台湾原住民的状况嘛。如果能放在那里，哎，很多人路过也好啊，或者在那边喝咖啡的时候就会看到。就是我大一的时候，大概20年前了，那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去原住民的部落做3D服务队，那时候是跟教会的团契去的。然后他们布农族的人就是唱那个圣诗啊，我坐在那里，我整个都发抖哎。我发觉你是做学术啊，你去了解它是一回事，然后你去做田野调查，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是一回事。可是你真的变成他们一份子，就是跟他们想办法跟他们去紧张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啊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我去荷兰念书，然后我一个人。然后我常常晚上哦，就半夜想，我就想到台湾，我就很想台湾，我都会浮现一些感觉。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哦，我就写了11首，我就想说啊，那我的诗，我的目的是要给大家看了以后，如果能够看到原住民的状况，哎，我觉得我愿意。然后我也很希望说，原住民看着的感觉啊，也给汉人看到。这样子的话，变成说我的诗就不是我的，是原住民他诠释出来的。然后我又希望翻译出来汉人可以看得懂，所以我又要去译写。我觉得太有意思了，就是台湾没有这种文本，就是我的诗被原住民来诠释变成另外一个东西，然后汉人来看可以看到我的东西，也可以看到原住民的东西。我就想到好，那太有意思，那我们就来翻译成原住民的语言。很希望找在教会里面找一些老人年轻人办一个朗读会，然后大家笑一笑这样。对啊，我觉得这蛮有趣的。新放的地方啊，就是你的梦想，就是你期待的东西，那个就是让我悸动的，让我跳的东西。然后我的心不是因为我的身体而在跳，而是因为那个事情它在跳，然后你会永远跟你一起跳动。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让你心跳的地方。